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九。跟我表嫂去市场买了很多东西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去河边烧烤。表哥有没有想吃的？我买的全部都是他不爱吃的。这个做法我很认同。等一下没有你吃的，你负责烤就可以了啊。哼，没有你吃的。不想跟你们说话了。你只能烤，然后我们吃啊。走吧，走，洗一下东西，等一下再去河边。怎么干活就是我了呢？我们已经到了，等一下就在这个树底下这里烤。这买了有甘蔗，这些全部都是肉。我先啃我甘蔗，表哥等一下去烤，我负责吃就得了。啊，表嫂在那里玩水。这个生蚝撬开，你看。这一大篮子生蚝，表嫂，明天让表哥多吃一点啊、哦！我才不给他吃。哦，也是啊、哦，不给他吃了。吃的都睡不着了，这个。你们都是神评论。这个生蚝一大篮子。可以了，不用撬了，等一下一边烤的时候再搞。我、哦、这个怎么会碎掉了？它这个不是贝壳的吗？怎么感觉像泥一样的？啊，质量不好。你老是说好烟好烟，就是那个老是冲眼睛。哦。表妹怎么样？味道如何？你看这个肥不肥？哇，好肥呀、啊！嗯，好香。哎，我不帮拍了，搞得我流口水了。拍，没吃完啊。搞得我的口水饮不到了。你再拍多一点，让我吃完先才拍完。靠，不拍了。羊肉串，羊肉串，新疆羊肉串。羊肉串，羊肉串，十块钱一串。十块钱一串太贵了吧？外面不是30块钱一串？我就插个大胡子，我就是有点像那个烤羊肉的。这么热的天气也来烤烧烤，我是服你们了。那我一叫你就说好去。那你矜持一点，我们现在就在家吹空调、吹风扇的嘛。你不是，我不是害怕你这个吃货，等一下没得吃，啃我两口吗？你们吹空调会中暑的，出来烧烤多好。对呀、啊，出来烧烤，等一下感冒啊。这个吃蒜吃肉才香，人家怎么说的？吃肉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。好呛，呛吗？嗯，表哥要不要来一颗？我吃不了，吃了那个放屁很臭的。你这五花肉挺香啊。嗯，是吧？好焦，超好吃。太爽了，这个。嗯，我受不了。上头啊！老公，你不喝的饮料，倒杯饮料。我觉得挺好吃的。要不要来一个？你们就指着在那里吃，说不拍了不拍，要我拍，搞得我流口水了。都没烤，没吃完，拍到我吃完为止。泡泡主要是没熟，我们帮你先吃。我们先试一下熟没熟，不是很熟啊。不是很熟。不是很熟。哎，我们再加一串吧。等一下熟了叫你啊。不想跟你们说话了。真的不还没熟呢，不着急。熟了我再叫你。